大家早，今天是9月29号，星期三，天气呢，晴天，今天呢，也是一样了，还是要打通后面的这个通道，因为这个是一起的工作，那今天可能重点工作就是在水塔上方的那一块，有一些竹林呢。我想把它稍微整理一下，让它通透一点，光亮一点。万一许可的话，或许还可以再想想看要做哪些事情。那总之呢，今天就是清理后面的战场吧。那看清多少算多少。那如果可以的话，看是今天下午或者明天下午呢，去拿一下配件，让自己原本要完成的这个水电工程呢，可以做一个告一个段落的一个方式，这是预计想做的事情啦。那如果可以的话，下午或中午去拿的话，那下午就可以动工。那如果是下午去拿的话，可能就要到明天才能动工。好了，我们不管了，我们还是先去行事农场吧。走咯。